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汤米。今天我们拿到了，对，这个就是我要送九柱的情人节礼物。那九柱他等一下下班回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要怎么样把他带进来这边？因为下班回来我们一般都是先吃饭，肚子都超饿的，然后就想说用什么方法。然后刚刚就想说，没关系，就直接请他来开箱好了。就说，哎，这个是送你的礼物，但是我们骗他说这个是玩具。因为其实我也陆陆续续也送了九柱一些玩具嘛，然后他也有喜欢的玩具，现在有点紧张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请九柱来开箱这样子。邀请九柱开箱。等人玩具哦。我怕你收不到音，这个给你。这个已经喷过酒精了啦。是啊，对啊。这个撕掉你才不会知道是什么。这就粘死的，就直接开啊。是吗？这边可以开啊。哦，有一条线哦。等人玩具我会骂脏话。哦，下班弄这个之类，不能让我去吃饭吗？这啥、啊？这打不开啊。那这样子保护比较好、啊。玩具啦，我送就你一个很喜欢的玩具。等一下你先说你喜欢什么玩具？狗卷。狗卷哦，那个粘土人哦。史莱姆。不是史莱姆啦。啊，那你开啊。啊，那你希望是什么好了？啊。希望是什么玩具好了？钱。玩具数钞机，喷钞票的、喔。好，那你打开，一二三，厉害吧？原来他这边也有印哦、喔。这样强，有没有厉害？我把他盒子拆烂嘞、欸。这个外盒没关系啦，就是底要填包。那你要给镜头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送九柱的情人节礼物。你要说情人节快乐。情人节快乐！好，那你看里面是啥？该不会是整人玩具？你只是买盒子，是黑色的吗？啊？我有款式要求。有啦，这你喜欢的啦。有款式要求。客气。这样我都没录进呢。结果里面还是整人玩具。不会啦。那你可这个应该是，这边先看这个。啊？这应该是卡片吧？卡片。空白的，你看还可以刻字画，好夸张哦！这不是很贵吗？还好，还好，嗯，很贵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的那个东西啦，自己摸得到吗？还是那个最便宜的，买不起贵的，精品店里面最便宜的钥匙圈，买不起贵的，只买便宜的，好好笑哦！这啥、啊？后头有一个奇怪女广告哦。这是广告吧？啊，我的香水，是不是？我刚以为是钱包，我想说那也太高级了吧。这是我要的香水。钱包我买不起，先买这个。可以可以，钱包我就吓坏了，它太贵重了。它这还附一张广告单。它后面有试用包哎。啊，这试用包啦。有没有我的色号？哦，对，它有说给试用包。哦 ，Thank you。你要不要开这个？这很漂亮哎、欸这我现在开哈 ，Oh my gosh！ 那、啊、你也是要开啊，不然看这个盒子没啥意思。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啊，我念超久的，超级久。有没有厉害？结果我今天穿最胖的白色来录影，而且我就已经换成这样了。因为我们刚下班，我刚回家的时候还穿得蛮漂亮的。啊，我就想说，你换衣服换那么快，来不及啦。因为我很热，太热了。他、啊、想说吃完饭你就昏迷，没办法。我不。吃完饭都睡着，哇哇，看起来是不是很赞？可是它的盒子很厉害，它的盒子我真以为是钱包，我也以为，因为它是软软的。我想说真的假的？想说钱包我要黑色，还要有拉链才会锁财。现在很喜欢钱哦，那钱包太难买了，哪知道你喜欢哪一种？钱包不要，钱包我要那种真的是，而且女生自己挑比较好。而且钱包太贵。哎，这你知道是哪一款吗？我知道啊，就是粉红色有蝴蝶结的，一定要那一款。不是蝴蝶结的，我不是都要蝴蝶结的吗？哦，你要蝴蝶结的是吗？蝴蝶结的 ，Of course。哇，要怎么拍？是不是很漂亮？你镜头看一下，很可爱。这个用完瓶子留下来也很棒，就是看中那个瓶，而且它还有给一个小袋子小袋子，那里面是什么？又是试用包吗？对啊，他就送两个试用包，他、啊、可以自己选的。这是什么 ？Super potent。一个我选一个什么？
什么？这一个是什么眼霜吧？一个是什么回复霜还是什么的吧？对，那眼霜，我最近蛮需要眼霜的。那他可以自己选那个赠品啊，试用包的赠品这样。啊，可是我都没有准备情人节礼物。没关系啊，我习惯了。我有请你吃巧克力。还有这什么？哇，哎，这怎么有这个？哎，这很漂亮哎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手有手汗，好好好，你不要来来来，这个你打开。他没告诉我有这一张哎。哇。这很像他们之前办的、啊、因为他是情人节包装吧，可是他们有时候会送这个立体卡片。可是这是他们立体卡片吧？这很漂亮、啊。因为这支花纹我有看官网，官网是情人节的图案。嗯、好会哦啊，所以它是卡片是不是？卡片是刚刚那一张没有、啊，它就里面再给你一张卡片。哦，有没有很棒？然后还可以再自己写字。迪奥，哇哦，哇哦，吓死我了！慢慢想说，哎。你发财了，你买钱包给我。没有，送礼物都是在那个经济许可能力就好了，这样才是对的。真的，好，良好的示范。对，那我们今天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祝大家，你要讲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香味哦，刚刚已经闻了。真的是很香，而且它不会太浓。这个香味是佛手柑为主的，然后再会有牡丹花跟玫瑰花的香味，然后最后是白麝香，就是前中后的。但我刚刚喷歪了，我没有喷到手上，然后喷到这里，所以我浪费了10块、20块在这边。你刚刚已经喷到30块了，把它捞过来。可能哦，赶快捞过来在身上。然后我是在官网买的，然后昨天买啊，昨天就出货，今天就到了。非常快，要怎么送呢？所以如果想送女朋友的，今天买还来得及，是吗？今天买还来得及，家里有送货吗？礼拜一没有，礼拜一就送啊。礼拜一送的话，隔天就到了。礼拜一就14号不是吗？礼拜一就14号了。哇，那来不及了，不好意思，去柜上。对，反正下次可以考虑啊，因为这个是淡香水，然后它重点是瓶子很美。对，瓶子，我们主要是为了这个瓶子卖的，为了外表。好，之前去专柜看，就是这个看起来就是瓶子最好看，所以就针对它来买这样子。单纯喜欢粉红色，还有蝴蝶结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要去吃晚饭了。好饿。影片真的要结束了，拜拜。Bye